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双剑论股。我们来看看这个 Eagle First， 这只是我双剑论股 YouTube Channel 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股。可以看到呢，它在这个时候呢，已经是盘整了很多天。这边这盘整呢，就形成了这一个筹码峰啊。它股价呢，现在还是比较弱，跌破这个20天均线。而且是刚刚从这个52周新低就弹上去，其实是非常的弱势的啊。虽然好像是已经在做底，就是说已经好像是慢下来，但是你要想它飙上去呢，短期里面是比较难的。这边有条线，这边蓝色线，这边这条蓝色线就这条，这条我去画了一条白线。它的价钱大概是 0.355， 就这个。这个 0.355 呢，也就是这里啊，这个筹码峰的最高价。意思是说，如果它要继续往上冲的话，它一定要克服这个筹码峰的最高价，也就是 0.355。要突破的话，就是 0.36， 你要买在 0.36。突破 0.36 的时候，再考虑要不要进场吧。没有突破 0.36， 暂时都不用看它。你看它已经在这边盘整了蛮久，突破的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。这个就是我对 Eagle First 的一些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